沈梦溪是一名拥有远程且持续输出能力的法师型英雄，通过对技能的蓄力来提高射程和伤害，使得沈梦溪可以在较为安全的位置对敌方英雄造成威胁。被动技能暴躁节奏，沈梦溪的技能命中目标后会将敌人点燃，点燃效果将持续一段时间。使用普通攻击命中被点燃的敌人会触发爆炸，对附近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被点燃的敌人会暴露视野。被动技能的效果使得沈梦溪前期对拼时，只要技能命中敌人就可以利用平 A 对敌人造成额外的伤害，从而取得优势。同时普攻触发的爆炸是一个小范围的 AOE 伤害，这可以提升沈梦溪清线的速度。一技能猫咪炸弹，沈梦溪蓄力状态下每隔一段时间朝目标位置投掷一枚猫咪炸弹，爆炸后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沈梦溪可储存的炸弹数量有限，每次投掷消耗一颗，最多可连续投掷的炸弹数量存在上限。炸弹每过一段时间获得一枚，获取速度不受冷却缩减影响。一技能的持续性范围伤害使得沈梦溪在团战过程中能够打出持续的伤害，在前期对线时一级加一技能可以快速的完成清线。二技能正常操作，沈梦溪失误点燃自己并消耗一枚猫咪炸弹，期间移动速度增加并持续衰减，一定时间后身上的炸弹会被引爆，将沈梦溪朝前炸出一段距离，同时会将路径上的敌人炸晕并造成法术伤害。点燃期间可以手动熄灭身上的火焰，在沈梦溪被点燃期间，一技能的投掷方式会发生变化。二技能的效果是提升自身的移速，并附带一次爆炸伤害。沈梦溪可以利用二技能的移速加成来追击或躲避敌人，同时利用加速结束后的爆炸来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控制效果。三技能综合爆款，沈梦溪蓄力后朝目标位置投掷一枚 EX 型混合炸弹，爆炸后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造成持续伤害，同时分裂出多枚猫咪炸弹朝四周散落，落地后爆炸对附近的敌人造成法术伤害。炸弹投掷的最远距离和蓄力时间成正比，蓄力达到一定时间后射程达到上限。 EX 型混合炸弹每一定时间会获得一枚，最多可以储存两枚，获取速度受冷却缩减影响。三技能蓄力使得可攻击距离变长，沈梦溪需要小心保持自身处于安全的位置，释放三技能需要提前预判敌人的走位，以免无法命中敌人。沈梦溪的连招技巧为三、二、一普攻，三技能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接二技能提升自身移速，然后使用一技能对单个敌人造成伤害，最后使用普攻完成击杀。沈梦溪的技能射程远，利用这一优势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持续输出，但沈梦溪缺少有效的位移技能，而且作为法师很容易被上下路包夹，所以需要时刻注意敌人的位置以确保自身安全。尤其是在大招蓄力期间，沈梦溪是非常脆弱的，一定要小心附近是否有敌方的刺客靠近你。